Never be a slave, 我的 Neverland 永远长不大。 Call me Peter Pan, 记住我的话。 Married to the game, stick it to my plan. Yeah, we'll never, never change. Never be a slave, 消灭所有fake 永远长不大。 Call me Peter Pan, 记住我的话。 汽车 KTV 的主持人佩佩，那今天呢，我们来了新朋友，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 What is up？ 这里是 XTone， 北京的制作人。大家好，我是汽车圆桌派的主持人白晨啊。那咱们今天呢，是在奔驰的 GLA 上面聊一聊对这款车的第一印象，好不好？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音箱，听主持人刚才放歌，感觉音质真不错。然后这个车的外观线条又动感，是年轻人喜欢的。 因为我是一路开过来街道的三位嘛，我觉得它换挡非常的平顺，而且它线条非常的有动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个人的偏好了，就是它底盘很稳，让我在过弯的时候呢不会觉得车身很飘。它的这个运动座椅呢，让我感觉开上这辆车，整条街都是我的赛道。啊，我简单总结一下，实际上就是首先这台车呢，相比这个老款车型是全新换代的，所以从外观到内饰都是最新一代的奔驰家族化的东西啊，星钻式的像钻石一样的这种星辉式的中网。 非常漂亮，我们看到的内饰啊，奔驰也是把豪华感啊给到了这样的紧凑级的 SUV 上啊，诠释的也是淋漓尽致。还有就是科技感啊，其实我们通过这两块大屏幕上也可以看到啊。总之就是啊，有这么多的变化都是为了迎合当下的一个年轻人。说到了重点了，原来年轻人是还是这个市场的主力军，所以呢，咱们今天的这趟旅程呢，就去几个年轻人爱去的地方，好不好？咱们第一站先去798。 你好，奔驰。你好，导航去798。正在计算路线。好，我们出发。我们漫步在海边，在沙滩浪漫的聊天，给你拍复古的相片。生活像部电影，我是导演。我的座驾快得像闪电，按下单击加速的按键，引擎轰鸣，你必须靠边，让它成为耀眼的焦点。 看的部分都不太一样，你们呢？你们都会看一款新车的时候先看哪些方面？作为一个音乐人呢，我对音响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总是希望能再好点，能再完美点。对音乐要求比较高的人，就可以建议你们啦，去选配这个柏林之声的环绕立体声的音响系统，哎，效果真的超级棒。对于我来说呢，你看上下班也开车，上班的时候其实也经常要开车，所以我就会。 非常注意这个车是不是舒服，然后它的外观是不是运动感比较强的，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的奔驰 GLA 呢，它的车身尺寸是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哎，没错，刚才培林说到了这个车身尺寸有所增加哈，所以它在车宽是增加了30毫米啊，车高呢是增加了75毫米，那么轴距也是增加了30毫米，所以现在达到了2729毫米。像这个尺寸上增加之后啊，除了车内空间。 变大之外，车身侧面呢，相比老款车型，CD柱这里呢是加了一个小的三角窗，那么再配合上流线式的腰线、车顶流线的造型，所以让这个车看起来就更加有 SUV 的这样一种感觉。原来的日间行车灯啊，也是由一条现在变成了两部分啊，让这个大灯变得更加的精致，也是全 LED 的光源，整体这台车的一个外观设计就变得非常的年轻，变得非常的时尚。我看了这款车之后，我的感觉就是。 很运动。那 XTone， 你觉得男生会去追求速度感吗？男生一定会追求速度感，有时候速度感会刺激我的这个灵感。
让我写歌更加有激情。其实说到灵感，说到动力，它呢是搭配了这个 1.33T 的一个小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但实际上你别看它排量小啊，它是比老款的那个 1.6T 还多了7马力啊，它的动力参数呢是663匹，250牛米，最大的这个扭矩呢可以在1620转就爆发，那一直到4000转，所以就是我们日常经常用到这个低转速啊中低速度的这样一个区间。另外这台发动机呢还应用到了这个 F1 发动机上的技术，第一项技术就是这个缸壁镀膜技术，它把这个超薄还有超光滑的涂层呢是喷到这个铝合金的缸壁上啊，这个时候活塞在运转的时候，它的摩擦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小，同时还能够减轻重量啊，延长它的一个使用寿命。好酷啊！那再配合上 EcoTough 这个活塞环的涂层技术，它用像钻石一般坚实的这样的一个聚合涂层去替代这个传统的铸铁的活塞环，所以也是减轻了它的一个重量，发动机的磨损可以降到最低。作为年轻人，大家都去哪儿购物？三里屯儿。对，我每次你去到那儿的时候，就你在你身边的都是俊男靓女。你好，奔驰。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去三里屯儿。When my heart's when you told me that I gotta be me, 那不是一样的 come on, girl, please don't hear me. Lately I've been feeling so alone.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停车，你得抓紧时间找到一个车位，然后迅速停好。三里屯是寸土寸金的，咱们这款车好就好在我超爱的一个功能——驻车定位系统 ，Parktronic。没错，像我们全新的这个 GLA 呢，它全系都标配了前后雷达，包括倒车影像啊，还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像你这种技术不好，刚才说了有自动泊车，那还有比如说我再多花几千块钱选一个360度的全景影像啊，那个就对你的帮助会更大。这个真的不怕突然有音乐灵感走神了。去三里屯购物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这个车内空间了。女人一逛街就大包小包的是吧？买买，我觉得你要是开了这个 GLA 去购物，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啊，不用担心这件事了。现在坐的这个第二排座椅，它是可以424这样按比例去放倒的，对于现有的一个后备箱空间就可以进行扩展。那有时候大包小包的就没有手去开这个后备箱门，实际上它也是可以配备这个感应开启的一个车门，用脚在保险箱下方一扫，后备箱门自动打开。那我的也不用担心我的这些东西都没翻放，我可以在后备箱做一个小小的。灯光可以任意变换，随心变换，你想选什么颜色都可以。坐在这个车里听着歌，然后跟朋友一块儿感受着这灯光，创作灵感要喷薄而出了。是，其实到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欣赏了夜景，白天我们也感受这台车了。我觉得我们四个有一个一致的一个意见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变得非常的年轻时尚，另外内饰呢，你看既豪华同时又有科技感，然后还会营造气氛。动力这块呢，实际上 1.33T 的发动机，但是和同级别的竞争对手比，比如说奥迪的 Q3 的 1.4T 啊，宝马 X1 的 1.5T， 它的百公里加速反而快于他们。看它的价格，276,800到332,800，哎，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对得起这台车的，绝对是物有所值，对吧？那既然X-Tone 已经按耐不住喷薄而出的灵感了，为这台车我们现场来一段。为前行，知道我的座驾奔驰 GLSUV， 动力十足无比，安全新生代的发动机。想要了解具体的情况，请收看汽车 KTV。吃过国贸三里屯，这里放的都是我做的 beat。环绕立体声的音响，灯光把黑夜照亮。打开纯净的天窗，让你陪我行驶到远方。整条街都是我的赛道。
下油门把你们摔掉。